厨房有乱吗？一点点。这是第一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天，最后一次。Hello, good morning. 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哇，我好像很久都没有说这句话了，因为每次都忘记掉。Okay, but anyway, yeah. Hi. OK, so 今天呢，其实我想记录 without Irvin 的一个星期。So 他去了米兰 for 10天，其实蛮久的。So 第一次是我去杜拜的时候，然后他在家8天，然后这次呢是他去米兰，然后我在家10天，趁机报仇的一次嘛。因为我们在一起2年多都没有分开过嘛，因为 MCO 然后还也没有得出国，现在终于有得出国过后呢，我一直强调耶，终于有得出国了，有得出国了，可是我们没有两个人出国，都是各自飞各自的，找不到时间。So, but anyway, 那时候我去杜拜之后，他就有说其实真的是蛮想念我在家里碎碎念的那种声音。然后过后呢，我不在家，他就觉得说真的是很平静，甚至听到冰箱的声音外面的声音是真的是很近，真的蛮恐怖的。然后对于我呢，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其实我蛮喜欢 me time 的，之前我是有说过我是超级喜欢 me time 的，但唯一的东西就是晚餐没有人陪我吃，然后睡觉的时候没有人陪我睡，最不习惯就是睡觉的时候啦，因为我就喜欢旁边就是有人跟我一起睡觉，比较容易入眠，所以这个是唯一的东西。所以现在without 他的第一，其实是第三天了，所以今天我就想说去grocery 去买一点点的食物吧，然后可以做一点sandwich 啊，就是每天毕竟刷小红书都有很多那种食谱的那种东西。So, yeah, OK. 现在我先去找 Brian 跟我妹妹先去吃个午餐先，然后等下我再去买一点食物吧。话不多说，我现在出发啦。看平常就是吃东西打扮都会穿什么，就是拿一个 dust bag。跟吉拖是超也不算邋遢了，可是就是很舒服这样。然后有时候就觉得说，IG 啊，怎么没有在上新一些照片啊？我们一都是穿这样子出去，行吗？我来到了 Just Fruit， 觉得要去买一个 trolley。然后 Let me see 啊，我要买这个。小小的包菜，我们是中的，已经是 marinate 好的，我直接放下去，看就可以吃打蜡。OK， 啊，应该差不多了。然后我经过这个。No. Okay. Time to 准备我的晚餐。我先切，然后等一下再洗吧。要把它放进碗里面。然后昨天我跟 Irvin 说，我接下来要自己煮饭吃，他说哈，那厨房怎么办？那等你回来再洗吧。他每次最担心不是我会不会煮，最担心的是我会不会洗。可是也好嘛吼，不然就给他丢蘑菇是不是 ？Oh my god！ 那我可以跟你们就是来讲一下，总结了的蘑菇吧。还反应还蛮搞笑的，就很多人私底下讲说啊，很搞笑，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memorable 的一个片段。因为平时如果我们真的是吵架那一些，我们刚好就是不会录到的，真的。But 完全是意外之下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回忆，都可以给他看一下。因为有时候我觉得说情侣呢，吵架呢，就是可能他们完全不懂。就是自己的表情是怎么样，因为比如说他发我脾气的话，我就会看到他的表情是怎么样，所以那一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记录，给他看一下他的脸
对，所以我觉得情侣有时候呢就是吵架的话呢真的是要可能就是跟对方说吧，就是你刚才的脸的表情是怎么样啊，你这样子的话不影响我的心情的话，我会把我的声音的那种 volume 调高，是因为我看到你的脸的表情是这样子。有时候你大发脾气的时候，你不懂你给人家那种的 expression 是什么，其实是蛮 hurt， 哎呀，会造成吵架的原因，我觉得都是来自于语气还有脸的 expression 吧。OK， 我先把这个切好了。接下来我要先来剥皮这个 carrot， 这是非常麻烦的东西，因为它小皮。其实要很大的功夫哎，剩最后一条了，好贵，煮饭真的是很累。OK， I'm done。那现在我先拿这个 carrot 这个包菜去洗，然后蒸一下水，给它完全比较干了，然后我才下锅煮。Let's go。接下来呢，我只剩下一包 my favorite， 每次我在Seven Eleven就是找好多包，打开来这样子，把它弄成碎片，好喝。备用，二头丝。OK， 面包一定要准备，然后准备三粒蛋。刚才我偷偷告诉你们，刚才 Erin 打来，然后他讲说，他一看我切这 carrot， 你干嘛？啊，你在煮饭？他讲很恶心耶，他说我煮饭很恶心，我的 fuck。打三粒蛋，怎么可能好看？可能煮的也不够。我们就开始打蛋。And then， 准备刚才那个碗，所以我们也要吃很多的话呢，就拿一点我要吃的分量出来，然后倒下去这一边。哦，再搅拌。OK， 我先去准备一下 ，See you later 。OK， 首先呢就准备。四片面包，然后我先拿这个 butter， 我先磨涂在这个 pan 上面。两片面包翻过来，已经是弄掉了。刚才可能牛油放太多了，那有点弄掉。OK， 然后现在呢要加一点 olive oil。刚才忘了加这个，加完了。OK， 我要把这个蛋搬过来。How am I gonna do this？ 好高的难度。Let me try。这是一个一定不会成功的东西。One。还不错呢。 OK， 我们切一半，我可以放在面包那边，比较容易转身一点点，翻身。 OK， 哇 OK， 我觉得可以了。然后呢就把这个放在上面，另外一个也放在上面。 Oh my god， 这有点肥哦。OK， 放好了过后呢，就把另外一片放在上面。OK，
那我先准备那个保鲜纸。来咯。哎呀，破洞，加一点点的 ketchup， OK， 就这么一点点， OK。然后呢，把它包起来，把它包起来，把它包起来成这样子。然后呢，再用这个做生活仪式感。然后呢，我们就把它切成半。哒哒！哇哦 ，so good，OK，、okay. 哒哒！等我先拍个照。啊，满身大汗 ！Oh my god！卖相可能不是很好，很好吃。所以，而不在呢，我是可以煮东西给自己吃，会麻烦了一点，但久久一次是 OK 的。要打电话给我。Yeah. Yes, madam. What are you doing? 哇，你做的？这样厉害的？厉害吗？厉害吗？厉害哦！你要不要吃？你做什么的？看一下。喂，好像很好吃嘞！你现在写吧，我满身大汗了。厨房有乱吗？一点点。OK， 挑战成功！这一次的挑战非常的成功，虽然是第一天而已，可是我觉得这是第一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天，最后一次。我明天不要再煮了。就是 imagine 七天里面，然后每一餐我都煮，再攞我命哦，攞我一条捞命哦，又热，然后又准备超多东西的，那一边煮一边拍，哇，好鬼。所以我决定就是有始有终，就是第一次煮。OK， 所以现在还剩下这一个，我继续吃 ，and then wrap。That's all. 我觉得这影片有十分钟教你们煮怎么韩式，这算韩式吗？就是九味炒蛋 sandwich. 好啦，希望你们会喜欢，记得 subscribe, like and share. 我们下一个 video 见，拜拜。Library cook zero.累死老娘了。